智活健康对我来讲，除了均衡营养，仲有生活的平衡。试过因为压力大而头痛，搞到工作效率低，又不可以跟家人去玩，我会第一时间吃止痛药。因为医学报告说止痛成分会排出体外，令人很放心。要体验智活健康的平衡，你都没忍痛，快点 take action 啦！登入这个网址，分享你的智活健康，有机会享受悠闲之旅。